之后我们就没有时间睡觉了，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解散。是。保护驼队两翼，副指导员负责断后。我再强调一次，我们这次的任务不是作战，是保护驼队安全，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出发。两分。出发。别闹！哎，休息。快，手榴弹！快下来！别了！我走！快快！快动吧！
让我们赶快把弹药送上去。李岛伏击，伤亡惨重，弹药马上就到，叫副指导员来。是，副指导员，副指导员。能够加入战斗的还有多少人？阵亡16人，重伤5人，算上轻伤，还能战斗的16人。猴子，到。你们俩，到。我们两个护送重伤员回去。让后方赶紧派车来，拉遗体回去。是。你接替我的指挥，把兄弟们用最快的速度把弹药送上去。那你呢？我守在这里，我一定要带他们回去。我再分2个人负责看守，你跟重伤员一起回去吧。少废话，你东北已经被打穿了，再不及时处理，你会死的。少废话。把火焰喷射器拿来，敌人要是来了，我就把他们烧了。你不想活了？执行命令。是。能动的集合。也许就像那位副指导员说的，他不想活了，他渴望牺牲，只有牺牲了，他平凡的生命才可能被写成一个英雄故事，他的英雄故事可能会流传得很广很远，也可能被谱成曲，填上词，写成歌，流行到一个女歌手的歌本上，那个叫林冰冰的女歌手最终不得不歌唱她，不得不在每次歌唱的时候想到她。